今天是在图书馆待着的一天，然后我没有化妆。带了一根香蕉，然后现在去楼下吃个早饭，就去图书馆啦。On sight, huh? Okay, last night, your mommy wanted the pipe, huh? When your mom, mama down, broke her thumb, did strong, splashing in the game, my Britney must have playing water, pong, I mediate the pipe, let's go mediate the thigh. If I mediate the thigh, let's go strap it like the top. If I strap it like the top, then my sounds won't flop. If my sounds don't flop, yeah, fuck a normal jug, yeah, got an average ball. At the peas to the pie, got the keys to the rhymes with the G's, flicking posh from the bees to the honey with the money, stuck a lot. Grab the ZZs to the BC, elemental PP, tell me when you see me in the big C on a big yacht, looking fresh. She, hey, babe, why you girl bump? I don't wanna pop my goddamn trunk. I don't wanna smoke myself with a skunk. I don't wanna push myself out of love, huh?今天是29度，他家是哪里啊？没有，我说我们家啊。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周二的，今天是周二，今天周二上午早上10点，我要出发去赴一个约，是我们学校的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他。好像是他的同学看到了我的视频，然后说想跟我聊一下我做这个，内容分享的心得体会，所以我现在要去一下我们学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为什么我今天看起来像个秃头？太冷了，这两天都穿的羽绒服。到啦，哇塞，竟然就闻到咖啡的味道。学院的咖啡店呢？我这个人吧，有点懒，就是。有时候私信回的不是很及时，很好看。我觉得你真人真的，哎呦，真的完全不舒适，很好看好吗？
快，我们一起同框一下。今天见到了新传的同学，超级开心。Hello， 我是阿文的粉丝。不要这样讲。好了，走。今天我跟学姐一起去上课，快点出镜一下，出镜一下！快，大家看我第二个室友，我不想，终于出镜了。我不想。好吧，你不想就算了，有这么容易吗？哎，你快去吃饭去呀！傻死了，拜拜。我今天拍学姐了，我今天跟学姐一起出门的，所以说学姐出镜了。一会儿再拍我。哦，这个土豆好吃吗？是咖喱的吗？对。锅包肉可好吃了。主要是，它原来锅包肉也是撑的呀。我打了这个，他说必须要按份，就是不能那个少打。耶、嗯。Yeah。 今天也很。不香芋和蛋黄还不错，我觉得比那个玄麻的好吃。按这个速度，文件都不是讲过的。对啊，我觉得他那种就是不太好的，直接讲的。我那个视频。哇，这边好几只哎！不是，你为什么要踩到别人身上去？哦，他们俩，他们俩。哪儿呢？是不是两只啊？我也不行了，我被吓醒了。生气了吗？这也太渴了吧。在这篇文章第一部分，伟大领袖就回顾了人民解放战争从1946年的6月26号打响，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战略进攻的这个阶段。老公报了吗？首先先从，我想大家应该都自己关注过这个，就是上个月那个26号到20号。这个车真的太好玩了。
但是因为阿姨刚才有交代过，所以我现在先不能去阿姨那里，然后之后我给她上个厕所，我再停到寝室楼下。啊、哦，寝室真的太冷了，我今天一整天在寝室都穿的羽绒服。然后今天呢，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发现的还不错的英语直播课，是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分析长难句的，有道精品课钟平老师的5天万能公式直播课。这门课程教大家用公式破解英文长难句的逻辑，掌握一些长难句中英文转换的技巧。这个课程呢，其实也是我吃了朋友的安利才知道的。就有一次我在读英文文献的时候嘛，遇到一个比较难的句子，就把它分享给了我另外一位研究生朋友，想一起探讨一下，然后他当时对这个句子的理解和分析让我觉得还蛮新奇蛮受用的，于是他就把这门宝藏课程安利给了我。他很适合英文能力退化但是想要提升的工作党，遇到提分瓶颈的考研党，考四六级前准备不充分但是又想在短时间内提升成绩的大学生，以及基础薄弱的高中生，而且性价比超高。1块钱5天直播课，是直播课不是录播，还可以和老师在线交流，长难句解决了阅读就没啥大问题了，这个价格还想啥，赶紧去薅羊毛吧，把握学习机会，冲冲冲！这碗纯青椒啊！这碗都是金针菇，我一开始以为是有蘑菇的。这边还有两个蛋黄酥和一个面包。research 什么 reliability 是吧，就是我的团队互相可以那个提高信度嘛。嗯，我来这边做这个，嗯，因为下面都是这圆圆的圆胶，圆胶又露出来了，特别到下吃到下面的馅儿的时候一定要有。啊，这真的好辣呀，世纪见面。又是跨专业烤肉来的，你们要比别人更努力三倍的努力，这么大颗，你养一只小狗然后把它给养大，小狗一般都比较皮。嗯，他的谁呀，真的快来，到哪个是你